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类似的你，隔一道绿光。我们是那战队。对，我有点怕了，为什么前面两个是这种情况？对啊。有请下一位新生歌手。两位同学，你们要加油哦。好，给你。哦，你们两个人分别的跟我打个招呼。什么？分别打个招呼 ？Hello。另外一个。嗨，女生，女生，所以我有一男一女。对呀、啊，紧张吗？还好，很好，不紧张。好，咱们来一段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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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你们只要不紧张，就要准备了。OK OK， 我要走了，拜拜，加油加油，拜拜拜，加油。战友，加油！送别。哎，我真的有点紧张。哎，走那个小舞台的时候，我还觉得蛮紧张的。那个走廊，我觉得无比的漫长，不知道有没有老师会给你比心。就万一没有呢？那就天哪，很尴尬。Hello， 两位老师好。Hello， 男生，男生。对。哎，很好呀，嘿嘿，怎么了？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冰苏打。冰苏打啊，那跟苏打绿是一伙的。喜欢苏打绿的音乐是吗？平时喜欢喝苏打水。嗨，人家喜欢喝苏打水。其实是一名青年演员。哦，是演员。演员。想做一名很会唱歌的演员，但是曾经也有。在舞台上面唱过歌，曾经有在舞台上唱过歌，是参加演唱会，参加过一档节目，所以也是一个选秀赛，算是。那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没有放弃你的音乐梦想。对，就觉得唱歌是一件喜欢的事情。那演戏跟唱歌，你选哪一个？一定要选吗？二选一吗？是。好严格啊，老师们。你的第一爱。第一爱的话，其实目前的重心是在演戏上面，但是音乐其实一直是一个梦想，没有放弃过。明白，很诚实。不会因为来这个节目就是我一定要，对对对对对对，我的第一选择就是音乐吗？我们很期待哦，你现在接下来跟我们表演吧。好，那我开始了。好好，嗯，加油。眼中缀满柔软的流言，手边是你寄的明信片，很温暖。你诚实的风物，唇线的弧度，渐渐都看得清楚。荧幕放映温暖的画面，记忆就像旋转的胶片。我喜欢这个声音，非常的诚恳，一帧帧记录成为最珍贵留念，只想细心守护你的付出。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对于我来说很有重大的意义。重新回到这个音乐初心的舞台上，我想分享给大家。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你怎么跟刚才翅膀你也是这样子了？我已经讲了，我好喜欢，很棒啊！谢谢谢谢。刚才非常的陶醉，然后我相信你的声音，我觉得在音乐里面就是需要像这样子的诚恳。你唱歌的每一个音，我都可以相信你唱的每一个字，我觉得非常的佩服，可以又演。又唱都有说服力，我也一样，是不是？我好羡慕，你哪一个梦想都没耽误。你的声音简单，不需要太多的雕琢。嗯，对，我不喜欢那些过分的刻意的表达。你这种质朴的东西是最感人的。做音乐就是要最纯粹，我非常喜欢你。谢谢，我们都喜欢。谢谢。你要记住，我是枫叶，我是天边人，我叫枫叶。那两位前辈有没有自己平时比较熟悉一点的新一代的歌手？我问得好，我知道我身边围绕着很多年轻的声音，我身边有很多个新生代。哎，我跟你讲，每个人都在歌坛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位置，我希望你也跟我的学员一样绽放的那一颗学员。枫叶老师是枫叶老师是吗？哎，嗯，你讲到一个关键字了吗？天哪，我好像发现了一些什么。天哪，不可能，你不可能的。我跟你讲，甜点大师快跟我翻脸了。他超级爱你。我然后不是大师，甜点达人，我比他还要爱你，超级爱。我要再不选，没有机会了。那我也是啊。可是你还有机会听下一个吧，万一他被选走了，我成最后一个了。我也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啊。哎，那我们两个这样吧，来 PK 吧，给他看一下我们有多诚恳。你要做什么？来，一二三，该我选择了，对吗？对。那我选。你唱的每一个音我都可以相信你唱的每一个字，我非常喜欢你，我比他还要爱你，超级爱。我选刚刚让我猜到一些端倪的枫叶老师。我想一会儿要在大舞台上面看一看是不是我心中想的那一位老师。So sorry， 就剩我一个人了。你把我的扔在这里，孤零零的一个角落，是什么意思？达人，嗯，对不起，我下次给你赔罪。不要，你确定敢跟我一起唱吗？我确定。我带来的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对我影响也很大的歌，叫《跟着感觉走》。跟着你们走，等着我。好。只有我一个人，我已经猜到对方的枫叶老师是谁了，但是我只是不敢确认。天哪，我要跟他同台唱一首歌。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好，没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第三组，会配对成功吗？试试吧，反正还有机会。阿云嘎还在上头，都单身啊。如果他们也要看一看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场终极抢人大战。
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经典曲目跟着感觉走，我们的新生歌手在我们的前辈歌手一开嗓，你就猜出他是谁了。对，我已经猜出来了。那你喜欢他的歌吗？非常非常。我要告诉我们这位新生歌手的是，前辈歌手已经按键了。嗯，这个是键对不对？对呀、啊。我刚才已经按了呀。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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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冲动。我们还是单身的。对。嗯。我刚才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声音，为什么我会在瞬间就按了？是，因为我觉得会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这个年轻的声音的一种期待。但是我要跟您说一声哈，因为舞台的设置。他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说现在笑不出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哦，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有个做个音效，就砰那一下，然后在椅子转过来是吗？你就差给我把椅子唱跟着感觉走了。开始我在这唱的时候，这个是我的暖宝宝，哦，我先捡起来了。我以为是你的皮包呢。太好笑。
还贴在裙子上。我一站在这儿，突然发现很多人尖叫鼓掌，我以为是我经常经历的呢，原来他们的眼睛都不在我这儿，我有点失落。征服了，征服了。这位新人，他说尖叫声让他吃味，你跟他合作不会长久的。对啊，不会不会不会，都分不出来是谁的掌声。前辈的前辈的前辈。而且你是在他高音的时候才拍，可是我呢，他一出场，我看到全场的反应，如果我有一个东西啊，我早就拍了。你不就拍死我了？你可以拍我，我是贱。哎，我们来一个，我们都拍了，他也拍贱了。贱哥，贱哥，哎呦，不叫华贱哥了，叫贱哥。我是为了他，因为我们的阿云嘎，他想跟娜姐合作。哎，嗯，你给说出来了。哎，我责任大了。所以你是为了成就阿云嘎？我们是好兄弟嘛，对不对？是。可是当初是我第一个先比了我的爱心，他去找草原配草原去了，你知道吗？阿云嘎，你的确很想和这位前辈歌手合作，对吗？因为我亲爱的周老师放弃了我。爹不疼，娘不爱。哎，这我们俩很尴尬。哎，我们俩很尴尬。我们俩走。没有没有没有，不，咱俩不能走，我们还有娜姐。你们成长的过程是必须要遇到挫折的。而且娜姐她跳舞很好的，你们会组成一个新的女子组合啊，女团。也是哦，也是哦，是吧？现在请这位新生歌手走到表决键前。他走到了没有？他走到了，他的手现在悬在半空。待会呢，看是你伤害他还是我伤害他。你不会伤害我的，你尽情的按吧，我支持你。做好准备。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一定要按。三、二、一。来，真的，对，让那个肚子暖暖的。风湿药膏。你所有的这次来的那些衣服啊什么的，如果要是脏了，全给我，我拿去给你洗啊，因为我不想怠慢你，因为没有喜欢你的这些影迷们。
我都自己洗。对，大姐，我们录一个音乐节目，怎么给你带着带着有点往家政节目的路子上走？今天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因为是我年轻的时候伴随着我成长的一首歌，我的偶像苏芮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也是翻唱苏芮的歌，唱片公司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苏饼。远远的看以为是芮。对，但是无所谓，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青春回忆，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拿出来跟一个年轻的热爱音乐的一个人在一起来合作，我希望听到新的声音，他在这个时代是如何来表达跟着感觉走的。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988年的作品，那1988年肖战我还没有出生。你有没有听过娜姐翻唱的那个版本？好像没有听过。你没听过，那时候你还没在，你还在天上跟我招手呢。肖战，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也非常的忙，节目组发出邀约，为什么愿意来？我觉得唱歌是我来到舞台的一个初心，所以这一次时隔4年再回到这样的舞台，就像这首歌一样，跟着感觉走。对手在这里，虽然他们还没有配成，但是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其实我觉得华健哥，就是你们都是在歌坛上打拼了几十年了，其实配谁你们都能出得特别精彩，你就随便配吧。我没看过没人这样干的。这什么婚姻介绍所？大姐，你觉得你们两个合吗？我要是我合合合合就是合。和无怨无悔，我一定陪你走到最后。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娜姐。看见你的眼神我就觉得很坚定的要唱好接下来的歌。一定。好，我们能走多远走多远。你喜悦？我就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就不敢相信的感觉。我当时一看到他，我就想，哦，这就是暑假的时候那个《陈情令》那个男主角。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真的好帅。接下来跟他合作我非常开心。有压力哈？对，有压力，有压力。刚我唱的时候，我的耳返它好像音量特别小，我听到好像就现场的那个反松，就听到这个地频在那咚咚咚，然后就跟那个克里克是反的，咚咚。这个就是那个你的那个耳返里边到底是几呀、啊、你要永远固定，你没有固定吗？我不太懂这些。哦，下次。好。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信心是我的决定之虎。啊，娜姐，终于配对成功了。终于配对成功了。真好。我还对你不是特别了解呢，想跟你聊天。好啊，想问问你。好，我男，28岁。你28了？对，28了，看不出来吗？我特别小啊。是吗？对，特别小。你属什么呢？我属羊。我也属羊啊，老羊配小羊。我也是。哎，我们俩这个有缘分，挺好的。哎，我还好奇一件事，就是你歌迷那些吃的呀，你要多了的时候，你给我拿了点，咱俩互相换嘛。好啊，好吧。我觉得你歌迷很可爱。对，他们很纯粹的。你发现了吗？他们拿你当榜样，结果呢，你们拿我们当榜样。当然。对，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挺骄傲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它很好，很有趣，很有意义的点就是传承，就是榜样艺人跟新生代的传承。我觉得。就是向娜姐您学习。你好会说呀。我是说真的。哪里人？真的，我重庆人。重庆人有点像东北人，是吧？性格比较直接啊。你平时爱吃什么菜啊？川菜。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吃麻辣火锅。麻辣火锅。娜姐也喜欢吃辣？挺喜欢吃的。以前恨不得一个月也吃好几回，七八回，十来回。我娜姐，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吃辣的了。啊？为什么？因为你姓辣。我什么东西啊？什么
那咱俩得改个名了，对吧？咱俩得起个名了。好，肖战和那英，辣椒，辣椒战也不对，那战椒，那战，那战，那战对，可以啊。看看啊，那战。哇，酷吗？很霸气的名字，说出去都会让人颤抖。来吧，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好，好酷啊！神秘，神秘，酷酷酷。那战，对对对，低调，要低调，低调，低调，对。其实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并没有互相认可了以后就一直在一起练。并不是，我们都在电话里和微信里，每天每分每秒，只要他拍戏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练歌。哦，其实是今天在观众没有到来之前，他才从剧组请完了假，然后来到台上，我们俩才排练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星期的磨合。但我很欣慰的是，没想到他非常刻苦，非常努力，让我吃惊。但是两位如果磨合时间那么短的话，今天个个都是强手。娜姐，你觉得你们有机会吗？我觉得战战好像他的眼神里头就是自信。永远都是对的。哎呦呵，你好会聊啊。啊，因为你们是第一顺位，也就是说今晚的第一首歌将由你们两位带来，我们一起来期待，好吗？加油！加油！娜姐，啊，肖战他挑的是你的歌嘛，对不对？对呀，不仅挑我的歌，刚才还是他摸的一号。肖战，我先问你一下，紧张吗？嗯。天哪，压力山大。我倒是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呢，肖战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偶像，他对音乐的那个要求很成熟，他还是有技术含量在里的。其实娜姐，我一直都想唱一首您的歌，叫那个，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求求你不要再闪躲。好听，好听，好听。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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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发现你的假音和那个真假声出来那个颗粒的声音挺好听的。啊，我都出汗了。至于吗？我真的我太荣幸了，可以跟娜姐唱歌。别不荣幸，我也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来探讨。我是真的真的。还得言归正传，咱俩选选歌。那就我们就觉得这首歌还 OK 对吧？对，把它先定下来。好好好，这首歌肖战做到了非常非常完美和令我吃惊的地步，所以没有太多压力。嗯，我们俩会越来越精彩的，越来越精彩。十分。嗯，最后就是十分。可以的，可以的，给我打分啊。60后，70后已经在拉票了。80后，00后，加油，娜姐，可以吧？可以，来吧。你的眼神告诉我还行。可以。对。嗯。我直接躺上吧。多少年
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瞬间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哪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是寂寞。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松一大口气，松了。娜姐，你应该对肖战非常满意吧？就是，感觉没有想到。哎，对啊，肖战，你跟我说实话，你唱的时候你自己紧张吗？
其实一开始都会紧张，但是到后面娜姐的声音进来之后，就像一个定心针，一个强心剂一样，就不紧张了。你们都很满意哈，我们不满意。嗯，他唱成这样子，抽四号就好了吗？我们压力太大了。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肖战是你选的？对对对。所以你是有爱上寂寞过吗？啊，没有。其实这首歌是很早很早。哎，很早很早是什么意思？不是，娜姐不是这意思。是我妈妈当时在听的时候，然后我听到了这首歌。这首歌就我当时觉得这个旋律太好听了，是就让人觉得好心疼啊。然后我当时觉得娜姐是经历了什么能唱成这么。就我特别能理解，他是刚才说他妈妈总放这首歌，就可能这首歌是伴随着你的童年一起长大的。哦，没有，绝对是伴随着你的童年。你得有多苦啊，你看你妈妈。但真的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我就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唱给大家听的话，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没想到还能跟娜姐一起跟原唱一起唱这首歌。 对，超级满足啊。你看，其实不瞒你们说，我就在这里刚才看娜姐跟肖战的表演，完全我是很像一个小粉丝，因为娜姐是我第一个爱上的中文女歌手的声音。千万别这么说，真的。从喜欢上你的声音到认识你，后来我们成为朋友，然后再来就做我的唱片，我帮你制作唱片，然后今天我是坐在这里，然后我要唱在你的后面，我根本都我已经不敢唱了，怎么办？不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它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一起分享，分享到就是你有的，华健哥有的，黄凯芹有的，可能你们身上的优点我完全没有，这种分享音乐上才有。OK， 非常谢谢娜姐哈，所以先请两位来休息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两位。可以，不要有压力。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只能这样说。给我点力量吧，加油！加油！哇！哦，好玩了，爽了。遇见了一个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奇遇说，注定般不可思议，你就是绿光，绿光的你。我们要把我们的精力留到舞台上，然后是吧？再去跟观众，嘿，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吧。那战队怎么样？超级棒！一二三，耶、yeah. ！B 组的第一轮战罢，用掌声恭喜我们的小鸭嘎嘎锁定这一轮的第一名。好，接下来还有三组呢，要进行第二轮的竞演，也就是说，第一个要出场的是我们的那战队。肖战，那这首歌是你挑的还是娜姐挑的？是我挑的。你挑的？对。你挑的哪首歌？绿光。这首歌很难呢，真的，节奏还有很多歌词，早就疯了，我这几天已经疯了。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啊唱这么多年的歌，我的软肋。是，燕姿的歌哈。对对对，哈，燕姿你很喜欢吗？非常喜欢。那你是更喜欢燕姿还是更喜欢娜姐呢？这个。你诚实一点说，我依然爱你。啊，娜姐是我的姐姐，然后燕姿是你的小姐姐。对，还是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好，享受这个舞台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娜姐和肖战带来的绿光。杀了我吧！你就是唯一，我是高八度，错了。
哎呦，太难唱了。因为其实《绿光》这首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新的编曲嘛，所以呢，一直盯着那个台词。我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看你的。Okay. 我必须盯着词儿，没问题。我要有把握了，我再回头看你一下。没问题，娜姐，我都瞄着的，瞄着我，看我都看你。好好好。燕姿的歌，我也很熟，但我轻易不去碰，因为我们有每个人的风格。我非常喜欢绿光，但我从来没想过，也没敢过，因为这首歌呢，律动也快，然后呢，它的歌词又歌词非常密集，关键是。把那个段就是 rapper 说唱的那段呢，英文改成了一个中文，对，所以中文的密度更大。啊，云是天空上的雨，被雷光衔在嘴里算是气，是你的命中将会创造奇迹啊，在舞台上创造奇迹，我要将它飞越现场，带着梦想，带我飞到那时光深处梦想。只要我们两个人配合度在，自己有一些压力的话，就是有进步。嗯，对。赞同，我是一个复读机。
哇，好棒！娜姐太猛了。其实我觉得呀，我们都是一种冒险。你说我们唱这些年呢，其实都是有固定的一种风格。是的，就是声音已经固定在那儿，突然间你要拐到另外一条路上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其实最难的就是要走出他的舒适圈，去做他以前没有做过的尝试。我彻底不舒适了，我一从站在那儿，我就开始想我那词儿怎么办，这舌头捋不直。那您现在唱完了以后还舒适吗？我彻底舒适了。也有错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你看到他在台上那个感觉，哦，其实我们到什么时候都应该这样，对吧？去尝试，去尝试。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可能对于肖战来讲也是特别的励志的一首歌哈。对，因为前两轮我们看你跟娜姐的表演，相对来说他都比较沉静，往内收的。刚才那首歌在舞台上就非常外放，很阳光绽放的一个肖战。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就是唱苦情歌那类的哈，后来我发现这小子一点都不苦。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我们排练的时候更，我们排练的时候他比这还绽放。天不生不死，神的嘴脸说出计，生命终将为顶天立地。要莫决定，我此刻内心充满力量。回来。排练的时候很疯狂的，就那个感觉，跳舞还有他的肢体语言跟音乐那种珠联璧合的感觉。我说，哎，你要是开演唱会的话，会真的很厉害。哇，谢谢娜姐。心里说一声 listen me， 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谁的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懂你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如果他刚刚这样做就好了，整个跳到观众群里面。你要传一圈回来，对对对，弹到观众的那个手上，然后就传递着你。是是是是，接下来先出战的是娜战队，我觉得不应该叫娜战队，他们应该叫时刻备战队。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这个时候都不看哈，看来肖战他拍戏的空余时间没少排练，因为这个音乐是骗不了人的，你付出了多少的辛苦和努力，在现场排练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多少。好准呢，好听啊。大部分的是没什么错误，是吗？可以，走，再来一遍，最后一句那地方就跟我一起唱。您娜姐那个音我可以唱，就跟着我唱。对对，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学这首歌，然后我跟娜姐磨合的，我觉得现在磨合的非常好。可以吗？可以，好听。好吧，我们要唱一首四十年前的《军港之夜》。哇，网红没看到，好厉害耶，好像一只船。对，后边那军舰太棒了，你看肖战也很喜欢。哇，它是假的吗？哇，投屏对吧？对，哇，好真啊。这好帅啊。
水笔，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不会，娜姐，我在想，那怎么会？他奶奶这是听的歌。这首歌在军旅的作品当中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因为以往的军旅作品都是铿锵有力，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版又赋予新的时代特色。对，后面加了这个 Bossa Nova 之后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它改变的不像原曲，然后呢，肖战用他自己的那个感觉，我用我的感觉还原了这首经典的作品，对经典致敬。旋律一出来，然后唱第一句的时候，我记得老师跟我说，你就轻轻地唱，就想象在静悄悄的海浪海面对人低声的轻语，这种感觉很棒，然后非常有画面感。只要大家喜欢就好。谢谢。喜欢就好。我们来听听看，给你们挑这首歌的人他自己听完这首歌什么感觉？就是好听。这个歌因为它很安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多部队的歌，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但是这个歌记忆犹新。华健哥，第一次听这首歌吗？
我第一次听，而且刚刚提到说他以前在军中的时候唱这个歌，我一直期待着是一首传统里面的那个节奏很强的那样子的一种那种军歌，结果一出来吓我一跳，比流行歌还更流行歌。是的，还有一个翻跟斗，好厉害哦！幸好我们刚刚没对到他，对到他，我们现在真的是另外一种心情。没有，我有，你们那个比我们还要优秀。我们的那战队今天晚上第一个唱。会满足大家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我们的娜姐又回来了，她跟肖战的再一次的配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第二个期待，是有一次他们有一首准备的歌没有唱，我在现场 ，Q 肖战清唱了两句，然后我们的官微上就不断的有人问什么时候这首歌可以唱完整，各位，就是此刻，唱完整，让我们有请。大战队，我们俩，好吧，打娜姐。哎呦呵，我们今天神同步啊，又是格的。快来快来快！哎呀，啊，好想你啊，娜姐。好想你啊，对，你怎么样？挺好的，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的战果。我以为工资单呢。这是我们上一场的成绩。两次排名第三，但是我们上一场是单场排名第二，啊，还不错，很好了。嗯，我觉得你这有上升空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要不然我回了你们要上来就第一，你说我到底弄第几啊？大家都好厉害的，他们都很厉害，很厉害。你们俩肯定也特别的精彩。我们俩就是特别出其不意，对对对，走那种剑走偏锋。那您透露一下这一场你们准备唱什么歌吗？上一次虽然我们。就是第一轮就胜利了，没有机会来表现，但是通过我们平时选这歌排练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肖战。这里面有一袋小金鱼，真的鱼，真的鱼，所以拎起来，走。我在唱。好的，下来，哎，然后把鱼送给大家，这个台子就平了。到时候里头就，真的是有很多金鱼哈。对都会，就是活的金鱼。这个很有这个歌词的意境。嗯，一下就感觉能够就融到这个舞台的舞美当中。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的思念突然也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无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
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好，还有情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其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笑死我了，对不起啊。娜姐，我相信您那么多年舞台生涯也好，您个人的生命中也好，都从来没有一个人送一袋金鱼给你的啊。你没看见吧，刚才鱼掉了。他要看见了，他肯估计得笑场。我看见了，估计最后那个我也唱不了。砸了，演砸了，就是阳光少年对于残疾人，我就因为每天排练的时候呢，肖战拿的是那个一个工作牌，一个工作牌，忽然间湿乎乎的嘛，是一真鱼，再加上水，然后呢我就没拿住，就直接在你后边，我跟着你走的时候就掉了，我当时我心都碎了。结果坐在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坐在那儿拿鱼，就想起来刚才那鱼都掉了，我就实在唱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我以为我唱错了。娜姐，你挺棒的，一直坚持把那夏天俩字儿唱完。那我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真的没，你没看见还好，在这里我必须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没有。他的问题就是你，就是我们在底下都笑抽了，对不对？我看华健大哥在那儿，绝对会影响待会我的演出。我觉得他真的是阴谋啊！对不起，是阳谋。我想请教一下华健大哥，流行音乐是不是有可以有一些瑕疵上的美感的？肯定的，这个世界上歌坛里面有谁的瑕疵比我还多呢？忘词大哥，不止忘词，我还是重新写过一首新歌。那非常谢谢娜姐，她立下了一个标杆，一个标准呀。待会有什么闪失，有什么沙石，都很正常啊。没有，不过要说的，肖战唱歌进步了很多很多，特别厉害。谢谢华健，而且今天那个安排真的很美妙哎。是，肖战是飞天的，会是宋金鱼。然后娜姐，欢迎你那个强力回归。这种回归让我心里很惭愧。啊，没有，娜姐，我们还有杀手锏。你现在就要认输了。我觉得还要在讲那个歌的时候，应该交给周深去评一下。啊？对啊。好听啊，好好听，好好听。娜姐真棒。真虚弱哎。我真对不起肖战，这个我们排练的时候超级完美，很完美，很完美。
我觉得这个也很完美啊，我觉得这个很不错，真的。我有点怀疑那个丢鱼的那个情节，就是那个本来那个剧情来的，因为刚刚加进去的刚刚好。对，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是少男少女对爱的那种纯纯的想念。然后在那种对爱纯纯的想念当中，大家是很手忙脚乱，会慌的。我反而会觉得哈，会让这一首很清新的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亮点在那里。
诗玲送。那好的，好的，好的。你看肖战那汗出的，真的，啊。太狠了，太狠了！还好我们不在第二轮。等一下，各位，我们要先确认一件事情，麻烦那位女歌手，你讲两句话好不好？她先讲。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是我们的娜姐。娜姐怎么样？我们能不能扳回来一城？肖战，你先告诉我这个创意是谁的？其实是娜姐提出来，她要致敬。娜姐，你要说？是吧？对。其实我，因为之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李克勤那一组呢，他们唱了那个《野狼》。对。我看完之后就想，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唱一首？这种能燃爆了的作品，可能我自私一点选这个歌，我是想要向我的80年代致敬。哦，这样子。肖战，所以你接到娜姐的这个创意的时候，你就一点都没有犹豫过吗？一天没理我。没有，娜姐，我真的是在工作，真的，我不敢。对，当时我就想，完蛋了，糟了，她肯定是不喜欢，或者她被吓着了。其实一开始说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犹豫，我有迟疑，说这首歌好像我真的不太能驾驭。但是随即娜姐提出了要复古，然后她发出了她的演出服，我就完全就被点燃激情。我说好，那我们就玩到底，就玩一个复古风。因为你知道娜姐很少有机会看你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而且跳得很好。其实呢，哎呀，我要感谢，真的是这个肖战一直在陪着我练舞，包括刚才坐在那儿，他也在给我数拍子。对，我平时走路都有点顺撇的人呢，就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很难。然后其实你们也没看到歌词下面呢是有一个领舞的，那个人是叫向前老师。向前老师在哪？对，他在领舞，他在告诉我跳哪一对。哦，这是体舞是吧？我跟你们这个是哈，我们从进入团战开始啊，对战的时候唯一的一首歌，小哥忘了拿起笔要写点什么。啊，真的，你们这样的一个结合，真让我们耳目一新啊！哎，尤其娜姐，你有很多的条件，可以好好的燃一下。确实是，娜姐，我从来没见过您这么性感。你觉得我这太性感了。在各位如此兴奋的之际，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的心情？两位老师需要那么狠吗？在音乐上的较量就需要这么狠。如果我们可以投票，我们都会投你赢啊。对，其实那个比赛到了今天，真的已经是不是那种竞争的感觉，真的是我们来互相欣赏。然后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让我们大开眼界、大开耳界，尤其是娜姐，我真的不容易。其实你明明是可以靠脸的，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呢？你为什么身材那么好呢？我在台下付出了多少辛苦，对，所有的好饭都吃不了。对，你们能吃一碗面，我最多吃三根儿，然后我还要健身。我觉得如果你还在舞台上，
就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是是是是，这个很重要。对，昨天我听说这个团建连比划带猜歌，对不对？好像肖战遭遇到了一个很难的题。我们的那个题目里面有连续出现了两次七个字的歌名。对，你要不要在现场做一个七个字的歌名让他们猜一下，看看你们谁能够猜得出来。哦，好好好，我来我来。先说第二个字是什么？二个字是你。哦，厉害哈。第二个字是你。第三个字是浪还是海？波。都不是，继续猜。我猜吧，先你比吧。七个字。嗯。嗯。钱。打麻将。苦恼。他是在表示真的难，他没有在给你比划。我也在表。好吧，先过。嗯，第二个。第二个字。嗯。来。进。入。接近了。快到怀里来。怀。怀里里，嗯，第二个字是里，哎，哇，我喜欢这个，是什么反应？嗯，头，啥？头发？重点在后面，头发怎么了呢？长，里长。李长，这是什么歌？江，李长江。哎，这个怎么弄的？哎，好难，这个好难。万里长城，万里。啊，拉拉拉。接下来的。啊，直接跳到第六个字了是吧？对。不，第七个字。倒。万里长城，一看没听过这歌，完了，我可能没听过。万里长城，绝不倒。加油！太棒了，太棒了，就差一个字。你现在自己蒙吧。万里长城，这个。哦，对，永不倒。我跟你讲，天才！哇塞，天，你是天才！固有嘛，对吧？固有。你，哇，我好厉害！再来，再来，娜姐。来来来，姐。这又是七个字了。这个好。哇，我帮帮你吧。哦，对。冬天里的一把火。对，哎呀，这是他帮我的，我。哎，是、哎。我一会儿你也可以帮帮我们，对不对，你们？好，绝对帮，绝对帮。那就到了我们要看看那战队亮剑的时候了。肖战，你能不能先跟我透露一下，你们的这首歌是情歌吗？是，也是情歌。如果你要用形容词来形容你们唱的这首情歌的话，你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画面感。肖战和娜姐会带来一首怎么样的充满画面感的情歌呢？我们俩现在都很紧张。娜战队，好，那你为什么选这首歌啊？就以前就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歌词写的特别有意境，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情感拉扯。嗯，其实肖战选的这歌我还挺吃惊的，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经典，也很久远吧。他竟然能喜欢，你说他一个小小的心灵竟然能喜欢这么有
有内容的这个情歌，所以这首歌需要有一定的内敛。我去让他过去，第一个音咱俩一起唱，是同音的。我去让他过去，我是去，我去让他过去，对，过去过去让他，我找找我找，过去让他过去。好紧张啊，却让他过去。谁让你选这么难的歌？但很好听。这歌好难啊。好好听。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就是让我不能跨过去的一个障碍。它是我以往演唱里边的一种风格。我倒是不担心这首，其实担心的就是跟他的默契。这舞美一看就又不一样了哈。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环抱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其实这首歌是华语歌坛一首非常经典的电影的插曲啊。我们以前可能你有听过女生的版本，比如说林小培的版本，比如说陈洁仪的版本，你也可能听过庾澄庆的男生的版本，但是唯一的男女生对唱的版本只有在这个舞台上，只属于我们的那战队。我先问一下战战，很想知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脑海中是怎样的一个画面感。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还不太能理解它的歌词，然后当我现在回去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酸楚。然后我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了，就说哎，娜姐的声音很，其实很适合这首歌，因为她在之前的版本里面女生都唱得很细腻很委婉，但是娜姐她唱出了那种洒脱，很好听，很动人。谢谢娜姐。92天之前砰一拍你们俩在一起了。对，组成了那战队。92天之间见证他的成长，我就越来越发现跟他一起合作唱每一首不一样的作品的时候，他能够就是声音跟我的声音就融进去了，就那种融进去以后，你就会不停地发现给予你很多想要去表达的东西。在我们俩排练的时候，肖战的声音一出来呀，你听到这样的那个性感的那种发音，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第一句、第四句怎么唱来的？就是那个，用大大的呼吸，对，呼吸，就是带那个沙哑的感觉。我觉得，哎呀，中了。哎，周深，你为什么不敢拿话筒？烫。烫啊！没有了，没有。你看。其实我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娜姐的声音在他们最后的结尾的部分的那几句，那就是几十年的功力，哇，真的太厉害了。谢谢。肖战，虽然我们不是一队的，其实我一直都在看。比如说上一集的时候，我看到你在唱那个什么夏天的那个歌，被风吹过的夏天。被风吹过的夏天，其实你的高音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真假音的。过去这样，对，他是最擅长的。对，但是今天很多都是冲上去的，我觉得又给我看到另外的完全不一样的一面了。对，很好。谢谢老师，谢谢。反正我看到最后，我就跟看一部电影似的，俩人最后的那个，一人一句，然后最后握手的那一刹那，我真的心动了，我真的。我不会觉得他们俩是姐弟，啊！真的，我在那一刹那很感动。那说明我们唱的太好了。说明真的，我最后都激动了。我说，哎呦，能俩人能拥抱一下呢，可能更好。当时，然后哎呀，握了个手。我觉得拉上手了，就是已经很好了，已经在了，对，已经在了。现在到了小哥总结性发言的时间，这首歌小哥记得特别的多。听一下，刚你说的对极了，我都觉得很想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这首歌我也听了也蛮有感觉的，我觉得很享受，啊，两位的表达，我们这两组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点啊。我发现越听到后面啊，越来越心虚啊，真的好好听啊。希望你们投我们一票。记得了，大家。哎呀，真的很好听。今天娜姐和肖战也要带来充满摇滚乐曲风的一首挑战作品。来，两位，完美生活，有请。加油！加油！加油！走。你说，刚才那歌根本不行，还得练。没事，我只针对工作。对视。先把这歌唱完再说。我们倒是唱熟了。对对对对对。啊，但是那个，这个得再排排。对，粗略的算了一下，你们这次排练应该是你来我们的歌排练时间最长最长。嗯，是。总决赛了，就是想做好，想对得起这个舞台，对得起观众。嗓子哑吗？一点点，但我觉得还好，不胖。但这歌如果要是不咧开唱，又不好听。那这首歌，咱们再来一遍。哦。像肖战，你就会觉得他特别谦虚，想学的东西和他进步的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好。我觉得他那个完美生活可以再颓废一点。挺好，可以了，谢谢乐队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辛苦各位老师。肖战未来是真的是非常的好，最令我不担心。
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只是我，只是我完美生活，只是你的，只是你的完美生活。大姐，我刚刚在想，咱俩认识也有20多年，我从来没看到过你在舞台上这样。哦，对，我故意的，我们两个人说好了，就是他说这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完美生活，然后我们俩要很帅的，很拽的这。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我刚刚以为娜姐鼻涕流出来了。哦，这个真的，我完全没想到，特别的颠覆哈。对对，我明明看过，也连想也没想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大家觉得很 surprise 的一个表演，尤其第一首跟这首完全不一样，还有这两首歌的编曲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其实我们俩最喜欢这首歌的是歌词，对吗？对。啊。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放浪的生涯，就是放浪的生涯。第一次这首歌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听着第一遍就着歌词听的时候，哇，我觉得我就深深的被触动到，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的感觉。没错，嗯，说的真好。但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完美生活。对。这个歌给我刚刚记下来，强烈的节奏感，灵活又大胆。押韵。肖战不用讲，他就是个年轻人，又帅气，他唱什么都好啊。娜姐呢就有点突破，我们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很优美的情歌皇后啊。嗯，其实你有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哎，对，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来玩音乐，就是你做你自己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因为这个舞台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要想到对方，我们的这个搭配可以互相去尝试这种音乐的话，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是没有留下遗憾的。我们恭喜那战队。我们有请酷狗音乐代表麦建成先生为他们授予这一份荣誉，有请麦先生。谢谢，恭喜，谢谢谢谢，希望您再接再厉，谢谢谢谢谢谢。娜姐，你怎么理解你跟肖战之间灵魂的交流？咱俩的眼神全对上了。对，灵魂。对。
站站，我问你一下，你跟娜姐的这一季的我们这个节目的合作，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当然是娜姐啊。其实我就是我跟肖战之间啊，就是他音乐和音乐能够碰撞在一起，这种情感是可贵的，所以我觉得叫灵魂组合非常好。非常谢谢两位在舞台上带给我们那么多的好歌。那你们赢得了特别舞台的表演时间，在唱过的那么多歌里面，接下来挑一首和我们重温一下吧。听肖战的，就是我记得那首歌在播了之后，然后我的家人，然后我的奶奶，然后她告诉我说，哇，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唱给你听的歌。那咱们今天就给你奶奶再唱一遍吧，哇，好不好？好。奶奶，婆婆，重庆话就是婆婆，你看到我了吗？怎么说？婆婆，你看到没得？婆婆，你看到我没得？我是拉英。哇、wow ！我是拉英。好，我是她的姐姐。是，我们现在我跟娜姐就要把这首歌送给你，然后也送给大家，谢谢。有请两位带来《军港之夜》。
冠军这个事儿其实一点儿都没有任何遗憾，我们这些前辈能够毫无保留地跟新生代一起分享我们内在心里所有所知道的音乐，然后呢希望能够看到新生代今后他们走的不是长度是宽度，也看到了希望，所以这个冬天是美好的。虽然这个节目暂时的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相信以后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会一直不断地向前辈歌手为榜样，向他们学习。谢谢。